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历史奇闻异事不为人知的离奇事件》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神秘的古代仪器、失落的科技遗产；二、消失的王朝、被遗忘的统治者；三、诡异的祭祀、古代宗教的秘密仪式。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神秘的古代仪器、失落的科技遗产。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话题——古代的失落科技遗产。想象一下，如果古代的科学家们有今天的科技，他们会不会发明出一种可以让我们在课堂上不打瞌睡的仪器呢？不过，今天我们要聊的可不是咖啡机，而是一些古代的神秘仪器。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阿基米德螺旋。阿基米德这位古希腊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发明了这个看似简单却极其高效的水泵。它的工作原理就像是把水从低处螺旋上升到高处。想象一下，如果阿基米德在现代，他可能会发明出一种可以把水从马桶里抽到厨房的设备，解决我们现代人水龙头不够用的烦恼。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是古代天文仪器，比如阿尔马格斯天文仪。这个仪器可以帮助古代天文学家测量星体的位置，甚至可以预测日食。想象一下，如果古代的天文学家们能用这个仪器来预测天气，他们可能会在每次宴会上提前告诉大家，今天的天气预报是晴天，适合喝酒，而不是像我们现在一样依赖那些总是出错的天气应用。再来聊聊古代的计算器算筹，这是一种用小棒或小石子来进行计算的工具，古人用它来解决复杂的数学问题。想象一下，如果算筹能和现代的计算器结合，可能会出现一种算筹计算器，不仅能计算，还能给你发个小红包，鼓励你继续努力学习。最后，我们不得不提到古代的医疗器械，比如古埃及的手术刀，它们的设计精巧，甚至可以用来进行复杂的手术。想象一下，如果古埃及的外科医生能用现代的麻醉技术，他们可能会在手术前对病人说："放松，今天我们要进行一次古代与现代的结合手术，顺便给你讲讲法老的故事。"总之，古代的科技遗产不仅展示了人类智慧的结晶，也让我们在现代生活中感受到了一丝幽默。虽然我们无法完全复原这些神秘的仪器，但它们的存在提醒我们，科技的进步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希望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也能保持一颗好奇和幽默的心。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消失的王朝、被遗忘的统治者。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主题——消失的王朝、被遗忘的统治者。想象一下，曾经的王朝如同一位风华绝代的明星，闪耀一时，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被遗忘，留下的只有模糊的记忆和一些古老的传说。首先，让我们来谈谈荷梯帝国。这个王朝位于今天的土耳其地区，曾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甚至与埃及和巴比伦争夺霸权。赫梯人以其精湛的铁器技术和复杂的法律体系而闻名，但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他们却神秘地消失了。有人说是因为气候变化导致的农业崩溃，也有人认为是外族入侵。更有趣的是，赫梯的消失就像是一个古代的失踪人口案件，至今仍然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是古代玛雅文明。玛雅人以其卓越的天文学和数学成就而闻名，但在公元9世纪，他们的城市却一个接一个的被遗弃。有人说是因为战争、气候变化和资源枯竭的综合影响。想象一下，玛雅人可能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聚在一起讨论我们是不是该换个地方住了，而最终他们的城市却成了丛林中的废墟，成为了考古学家的寻宝乐园。再来看看阿兹特克帝国，这个帝国在西班牙征服之前曾是美洲最强大的文明之一。阿兹特克人以其宏伟的金字塔和复杂的宗教仪式而著称，但在西班牙征服者的到来后，他们的辉煌瞬间化为乌有。想象一下，阿兹特克的统治者在听到西班牙人来了的消息时，可能会像我们在听到快递到了的时候一样，既兴奋又紧张。最后，我们不能不提古代波斯帝国。波斯帝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之一，拥有丰富的文化和强大的军队。然而，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下，波斯帝国迅速崩溃。想象一下，波斯的国王在听到亚历山大来了的时候，可能会想，这小子真是个麻烦制造者。总之，历史就像一部精彩的剧集，充满了跌宕起伏的情节和令人捧腹的幽默。那些消失的王朝和被遗忘的统治者，虽然在历史的舞台上退场，但他们的故事仍然值得我们去探索和思考。希望大家在学习历史的同时，也能带着一份幽默感
去发现那些被遗忘的精彩瞬间。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诡异的祭祀，古代宗教的秘密仪式。当然可以。古代宗教的祭祀仪式常常充满了神秘和诡异的色彩，仿佛是从某个古老的恐怖故事中走出来的。今天我就带大家走进这个神秘的世界，看看那些古代人是如何通过祭祀与神灵沟通的。首先，让我们来聊聊古埃及的祭祀。古埃及人对死后的世界有着极其复杂的信仰，他们相信灵魂在死后会经历审判。为了确保亡者能够顺利通过审判，亲属们会进行一系列的祭祀仪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开口仪式。这个仪式的核心是用一种特殊的工具打开亡者的嘴巴，以便他们在来世能够说话和吃东西。想象一下，亲戚们围着棺材，像是在进行一场古代的开口笑比赛，气氛既庄重又有点滑稽。再来看看玛雅文明，他们的祭祀仪式同样让人瞠目结舌。玛雅人相信神灵需要人类的血液来维持宇宙的平衡，因此他们会进行人祭，甚至有时会把活人推入祭坛上的火焰中。听起来像是某种极端的真人秀节目，但实际上这些仪式是为了向神灵表达敬意和请求保佑。想象一下，玛雅人聚集在一起，心中默念，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神灵满意，不然我们可就惨了。而在中国古代，祭祀的形式则更加多样化。比如商朝时期的人祭就非常有名，商王为了向祖先和神灵祈求丰收，常常会选择年轻的战俘或奴隶进行祭祀。虽然这听起来有些残酷，但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这被视为一种对神灵的最高敬意。想象一下，商王在祭台上高声呼喊，各位神灵，今天我们有特别的节目，欢迎我们的嘉宾上场。而那些嘉宾则可能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我能活着走下这个舞台。当然，古代的祭祀仪式不仅仅是为了取悦神灵，很多时候也是为了团结社区，增强人们的凝聚力。比如古希腊的祭祀活动往往伴随着音乐、舞蹈和竞技比赛，成为了人们社交和娱乐的重要场合。想象一下，古希腊的市民们在祭祀期间既能欣赏到精彩的表演，又能享受美食，简直就是一场盛大的派对。总的来说，古代宗教的祭祀仪式虽然在今天看来有些诡异，但它们反映了人类对生命、死亡和宇宙的深刻思考。无论是开口仪式、血祭还是盛大的庆典，这些仪式都在试图解答人类最根本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而在这个过程中，古人们用他们独特的方式给我们留下了无数有趣的故事和深刻的启示。所以下次当你再看一部古装剧时，看到那些神秘的祭祀场景，不妨想象一下，古人们在祭坛上可能也在偷偷打着小算盘，心里想着，希望今天的仪式能让神灵满意，不然我们可就要上演一场人间悲剧了。大家好，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一些古代神秘的科技遗产、消失的王朝以及诡异的祭祀仪式。这些话题不仅让我们领略了古代文明的独特魅力，还让我们捧腹大笑，想象古人们在面对各种困境时的幽默反应。首先，古代科技遗产展示了人类智慧的结晶，比如阿基米德的水泵、古代天文仪器和医疗器械，它们在现代生活中仍然有着启发意义。接着，我们走入了消失的王朝、赫梯帝国、古代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帝国的故事，如同历史的大片，带给我们许多惊喜和思考。最后，我们揭开了古代宗教祭祀的神秘面纱，透过那些古怪而庄重的仪式，我们感受到古人对生命和宇宙的深刻思考。在这些历史的片段中，我们不仅获得了知识的滋养，更感受到一种幽默的智慧。正如古人们在仪式中可能会暗自期待神灵的满意，而我们在学习和探索历史的过程中，也应该保持一颗好奇、幽默的心态。那么，现在轮到你们了。你们对这些古代的神秘仪器、消失的王朝或者古怪的祭祀仪式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解或者有趣的故事想和大家分享的？请在评论区留言，参与讨论吧。我期待听到你们的声音。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